哎，豆豆。好茶，这好茶啦，入嘴软香，入喉回甘，看起来平常无奇啊，想不到有人恶落个代志。你讲的，就参照是我同款。江董，你若是肯跟我合作。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哦，啊，你这噪音啊，你这么有自信，口气这么大，你可信？你本来不是姓李哈？你敢知道你姓啥？刚刚，你找我？真好。好啦，你莫遐严肃啦。我只是要跟你讲。我有请一个董事长特助，啊，明仔载伊就会去上班啊。哦，啊，希望你好好甲照顾哦。原来是安尼啊，无问题啦。耶，这是你讲的哦，千万唔当讲为难哦。哪会咧？上好是安尼啦。海哥。啊！你这新来特助遐特别咯，啊，搁予你安尼开金嘴，啊，特别交代俊豪，啊，你听起来吼，太感觉因那是玩输人啊。哦，小梅，你有影真厉害，真正去予你摇着。海哥，什么意思？其实我这。特助吼，恁两个人拢有熟识啦，伊叫李可欣。李可欣，嗯，要请李可欣做特助。怪你江湖走跳吼，什么款人我嘛捌拄过啦，我会用伊自然都我会用伊的。唔是来讲大话。李可欣这查囡仔少见，真是恐怖的。伊进前阁要甲我谈呢。啊，我就是安尼啊，我就是欣赏伊这款哦，愈败愈勇愈坚强的个性。奇怪，啊，海哥哪会对李可欣的印象，形容变甲这么好？啊，敢讲伊已经知影李可欣？就是伊的查某孙啊。